我会打羽毛球，是真的会打。感觉到你的眼睛已经燃烧起来了，你是高手。那行吧，那咱们这附近听说有个体育馆，咱们去体育馆看看。你们要打什么？我们是要打什么球啊？跃跃欲试当中，可以先打一会儿羽毛球。可以啊，先感受一下吧，好吧？你会不会？你这么有自信，你要不我直接一打四，我直接一打四。我羽毛球确实很厉害。